组队一起探索，并肩战斗，留下许多传说。江湖中阴谋正在传播，误解怀疑背叛催生邪恶，我不能执着，现实幻想正在加速融合，将绝望打破，我始终相信爱能够疗愈所有的错，得到不可思议的力量，不怕伤。热血的时候，誓言去抢救真实的自己。欢迎你，蛮王，你终于来到现实了。接下来的第一步就是重建梦皇，让龙太子他们回到游戏里去。我等你们很久了，这一天终于来了。竟然拥有了不同门派的技能，没想到吧？我早就在蛮王毁灭游戏世界的时候，拿到了所有门派的技能。就凭你们，根本。
本赢不了我。是一侠，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力量？是古灵他们的意志重新燃起了我们，我们两个世界同心，定能成事。蛮王，我们来了。清醒过来，不要再受李渊的控制了，我们所有人都在等着你，你看你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在为你拼命，你快点清醒啊。Thank you.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超能力？因为我曾经有机会跟你在一起，但超能力成了我们中间的隔阂。我这次不管受多少伤，我都要把你拉回来。不管是从前的你还是现在的你，我都一直喜欢以前那个你，没人理但却一直深深吸引着我，那是最好的你。其实你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平凡。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平凡，你很美。星空下我们还会遇到吗？另一个我仿佛出现在一刹那，于是慢慢发现还是有了改变，重新的生活要怎样开始啊？一句话预知了未来的萌芽，另一个我要怎样丝毫没牵挂？时间慢慢改变，命运一通轮转，刚刚愈合的默念是否还出现？有点意思。你永远都赢不过我们，把意志推至极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才是真正的超能力。说
没事吧？我这都是为你好啊。我是古灵的男，姓彭瑶。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我离开，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我是永远都不会放弃的，一直保护你。我是一侠的女朋友，我叫古灵。古灵，人侠，我们今天就来个了断。让我做你第一个朋友，我叫一侠。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是兄弟。醒醒，古灵，古灵，你醒醒啊！古灵，古灵，你又一次让我为你担心了。不过你这次醒过来，又会变成谁呢？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认输的。对于你也是一样。你尽管睡，我一定会把你弄醒的。无论是否要让我一世都陪在这里。
长你这么帅交了个新女朋友啊？神经病，我现在心里啊只有古灵一个人，我晚一点去看她，穿得好一点不好吗？啊，哎呦，今天这穿的不像是你的风格吗？什么情况？没事儿。没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我妈生日。你说她是在看我还是在看你啊？谁知道呢？杨淼，小美。Hello? 你回来了。对呀、啊、我刚去办过手续，学校已经同意我回来了。不过今年还得重修，不能跟你们一起毕业了。没关系，反正古灵她会陪着你的嘛。哦，小玲玲怎么样了？她还是那样。不过我的直觉很准，她肯定快要回来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人一直在窥看我们？有吗？你怎么了？没有。大东，你们不会是什么？没什么呀，什么？大东，你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我晒太阳，这个晒太阳。啊，想去哪里呀、啊？好热。哎，难怪你小子刚才要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是你妈生日啊？你妈生日？我大姨妈。什么？不是你说不让说的吗？你现在不是也说了吗？哎，大姨妈。哎呀，别生气，大姨妈你个头啊。叫个大姨妈。哎，大姨妈生日快乐。子彻还在公司忙着？他去取车了，说要亲自接伯父您出院。哎呀，他不必来的。行，那我们走吧。嗯。我住院的这段时间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也没人告诉我。一切都挺顺利的，您放心吧。好，真的。嗯。人呢？报。上车。上车。上车。二十多岁才刚学会骑自行车，你得意什么？上车行吗？行。啊，当然行。好，来。哎，老爸出院，儿子骑自行车来接，别出心裁啊。公司的事你不管啊？哎呀，你放心了，世界大乱我都可以搞定，骑个自行车算什么呀？是吧？我坐你的自行车是回家还是待会儿再回医院呢？看情况啊。走吧。走了。拜拜。拜拜。一定要小心啊。嗨，我又回来了。我今天在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家里，猜猜看是谁？嘿，嘿，哦，嗯，对，他就是我说的非常好的朋友。好了，不逗你了，是我男朋友。哎，你不知道做蛋糕蛋清和蛋黄要分开放吗？哦，太笨了。行了，别做了，等我来。等我一下。
我都说了要分开打了，教过你还不会。看啊，你没教过我。我分明有，又不记得。你真的没有教过我这个？怎么没有？你这人怎么这样？好了，快点再试一个，快快。敲一下，打开。这样，这样不是更简单吗？哎，小心，乱了。我来接你出院了。武灵，不要叫我古灵。你这次又是谁啊？我警告你，我绝对不会让古灵跟你在一起。我才不会怕你。无论你变成什么模样，你最后还是会死在我的手心之中。你说什么？我可是从万死亡现在升格成为整个梦幻西游无人不晓百折不挠的复活王。我会怕你？你在笑什么？一点也不好玩，我还以为我会把你给吓死呢。好啊，你竟然敢骗我。我早就醒了，不过就是想看看你的反应，逗你呢。你还敢逗我？那你看看现在的反应够了吗？哎呀，我忘了，子彻来找我有事儿呢。一翔，谢谢你们。只是我今天叫大家来见我，是因为聚散终有时，是时候说再见了。什么意思啊？蛮王已灭，三界重回太平。而我却是唯一剩下的人工智能，为了避免死灰复燃，我想是时候把我身上最后的人工智能彻底消灭了。子彻，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我们不能冒险。可是不必多言了，这段时间我很开心，能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时光。即使失去了人工智能，我还是我，我们还是一生一世的好伙伴，我们很快就能重逢的。到那个时候，一翔，我们继续一起作战。呵呵呵。一翔，短暂的分离只为更好的相遇。我们要尊重剑侠客的选择。就这样吧，我们都等着下一次重聚。古精灵，龙太子，飞燕女，逍遥生，我们很快便会再见了。
们是谁？一切似乎就这样尘埃落定，白公主哥哥被抓了，只是一直找不到黎渊，他们从此也没有再出现，到底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呢？然后我们也回到各自的生活，不过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自从那天剑侠客离开了我们，我们的超能力也逐渐消失。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得到超能力？是否就是因为那场难得一遇的天象奇迹？我们还是没有答案。可我相信，信念还在，我们的超能力还是会再现的。啊，一霞，你快看！好紧张，我更紧张。你们两个别把事情搞砸了。子彻，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拜托大家了。于飞，今天全服6000万的玩家都会来观赏这场盛事。一个月前我已经发了公告，今天来观赏的人可以获得经验值加倍，但是不来的人我就封他账号。幼稚！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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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飞，相识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在不断的做减法，然后去找到另外一个人。现在我最想做的就是好好认识我自己，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我爱你。
这么辛苦才追到手，我可不会轻易放开。你们以为结束了吗？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是。